台上风趣致辞，勉励新科立委要向神仙老虎狗立法院大家长传国瑜在国民党三天两夜共事赢的最后一晚，终于现身。我召集的副会委就告诉我，想要在花莲办这样的东西，我说好啊，今天是从云林坐到高雄，坐飞机到了花莲，啊，晚上还有事情在赶回云林，所以这国道六号打通啊，中央山脉是多么的重要。 特别从高雄搭班机到花莲，再直奔到活动饭店，韩国瑜前后只待了15分钟。院长姿态要带领小鸡飞，韩国瑜也隐喻这两种人要特别努力。不管你是怎么来的，爬进来的、飞进来的、跳进来的，你只要是立法委员，人民对你就有期待。 不过传出原本韩办最初不知情要参加，是看到媒体报道后才赫然惊觉被出席。韩国瑜也驳斥谣言，表示早就约定好。天前大概就接受到邀请。蓝营这回到花莲凝聚共识，为接下来的立院攻防培养默契，要更加卖力，为人民发声，大声疾呼。记者饶永忠、陈欣怡，花莲采访报道。